现在眼前这一幕，我已经想象了很久很久了。但是现在亲眼看见了，王一文，你现在光彩夺目的程度，更胜于我想象中的千倍、万倍。现在我要上前迎接你，我要带你走回去，并且一起走向未来。我们今天呢，谢天谢地，还要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，啊，谢谢村长。笑容敞开，青春永驻。